没有满110级如何换11级资源？今天君君教大家没有满110级如何通过采集队换11级物资。这个号三维是100多级，首先你要邀请一个采集满110的游友，让他再来文市或者黎明区，然后前往他的奉献。这是重点，一定是去到110的奉献。如果没有点确定，那就去到来文之后点切线。接着去到采集队就可以兑换了。肯定有游友说，我社恐找不到采集110的，那就去110的队伍里和他们打完周本切线咯。其实君君在第4季刚刚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方法了，被同居说这个方法没啥用，就一直没有出视频。和 NPC 交谈后会发现这里显示的是8级资源的采集队，但是实际上是兑换11级资源的，用的也是8级的采集额度。如果没有切到110队友的线，去到采集队就是8级物资啦。